取一张方形的纸，对角线对折。打开，将这个角折向中线。尽量保持这条线与中线平行。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步骤。将这边折向中线，注意已经折好的部分不要滑动。对齐后折下，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步骤。然后将这边对折到这里，好像将它合上一样。现在就有了一个初始的形状，把纸转过来，并如视频中所示对折，不用得到完美的方形，略小一些也可以。接着往上折，留下约一指左右的宽度。注意各边要对齐。翻过来得到这样的形状。现在需要画一条斜线。像这样折，但不要折到底。这边同样不要碰到中线。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步骤。重新将这边折出来。打开这个部分，将中间部分折向内部，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步骤，一条领带就完成了。